刷新了，兄弟们，兄弟们刷新了。把嗨斯脱了，我换衣服了，我就在旁边。我就在你们旁边换衣服了啊！不拿你们当外人儿哦。干什么？谁跟你们是好兄弟呀？好看吗？有人说不好看，快把它禁言了，快点，我看不了这种，我看不了这种。哎呀，对对对对，赶紧把它改口了，怎么说？谁改口了？告诉他，晚了。晚了，我打他干啥？没事儿。他又让我这样，我去他的！这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，
我一拨手机就有人喷我，不行。我一拨手机，我的弹幕就乱了个套了。一拨手机，我的弹幕就乱了。静音了，嘿嘿哈哈。别想整我两句。吃饭，吃饭，兄弟们，吃饭了，兄弟们，咱们要吃饭了。不是，可以这样看到哦。但有点儿没亮，我这没啥亮。不开灯，我先看看怎么看啊。这样能看到吧？
是高，怎么着？本来我就高。天哪，妈妈，我的世界亮了。先把你的放这儿，我去拿外卖去了。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到。2000穿一样的，说啥呢你们？这个好，很凉哎。完美煮面，兄弟们没煮面怎么办呢？我的主食还没到呢，我炸串还没到呢，这些先到了。这个好热，我想打一下给它。
这个盒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吗？这个盒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吗？这个盒 ，OK， 不行，算了，不行就算了。等我一下啊！有个东西特别好吃，就是这个，咱们拿出一根，其实它也不是很好吃，一般人不喜欢吃，像我这种人，就我就喜欢吃这种怪里怪气的东西，什么牛皮呀，什么这种手剥笋呀，我就喜欢吃，我洗个手去，怪里怪气的。主食吃啥呢？我主食吃什么呀？晾煮面。我今天这个怎么回事？我今天这个手机咋的了？它怎么还是滤镜？没有滤镜啊。很奇怪。先。卡姿兰大眼睛怎么像吃了屎一样？这个去他的，我你别管，别管我啦。奶油好喝，我俩一般这个，我俩一般这个饭都不在一块儿吃，因为有的时候下了播会有自己的事儿。
我们睡在哪里？我们睡在火星上。我们睡在哪里？真会问。我们睡在火星上。没开始呢，还有一样东西没到呢。先尝尝吧。兄弟，你平时穿不穿裤子？难道屁股一定要露出来吗？难道你穿上裤子你就没有屁股了吗？小嘴抹了开塞露，我这次手机打的了。你看他有美颜，我这怎么得给他弄下去呢？这样吧，不怪我啊，他这个手机一会儿有美颜，一会儿没有美颜，不能怪我。我先闻闻这个，这一闻就不好吃，这一看就不好吃，这个。这个一看就不好吃，红油扇贝，没臭，还有点腥。它就是冰的，我给它热不了呀。红油就是凉拌冰的。一视同仁。知道为什么回你话吗？就是想办法让你拥有我的牌子，从而变成我的大哥。也还可以，不是特别腥嘛，它有股芥末的味道。我看到了都会回的。不难，不会念你的弹幕。我的外卖怎么还不到？快来快来，快给我办卡 ！I need you, yo！ 你看那一下子就没盐了，真不能怪我，我嘴巴都变粉了，又没了。简单的尝一下，它这柠檬给的太少了，这怎么还有一 应该这个应该不是杯子杯，其他的杯类吧。
这桌子不拥挤，就是我在这个地儿有点拥挤。刚才说，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没进去，快进去了。刚才说给我一张办卡的那个大哥呢？骗子，一张办卡都要忽悠我，太过分了。我吓死了，半妖精。半永久，慢慢吃吧，他也不来。那我就把它带上，沾的那个芥末。带这个发饰，那个不见了，放门口吧。在哪呢，小伞哥哥？在哪吗？在哪里呢，小伞哥哥？说的晚了，哎，笑死我了。不是说爱我的时候了，气得我在这边去。
长胖的唯一秘诀。夏天来了，我要长点肉，马上就要能露出来了。我得让我的身体能多露出来一点。它凉了，它就不脆了。可是不甜，我爱吃甜的东西。如果吃了皮儿的话，我就吃不掉了。不说是我要去拿。会干嘛？会拉肚子吗？我不会，我从来都不拉肚子，我不会，答错，我从来都不拉肚子。其实这些一点都不好吃，但是我每天要装出好很好吃的样子给大家吃。就是其实我也挺不容易的，希望大家可以给这个可怜的女主播点点关注，然后卡个牌子，兄弟们 ，Thank you。这个真不好吃。完了，它怎么变味儿了呢？我们根本有，我们两个楼上楼下。我们两个一般比如说吃火锅吃烤肉啊，吃好吃的我们会在一起吃，像平时点点外卖的话就自己吃了。真的很爱吃。我刚吃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都会做饭啊，会不会他也在吃饭了？他可能习惯，不是，他可能喜欢看别人吃饭，他下饭。
习惯去了，差点把秘密说出来。这个应该能好吃吧。我爸也会做菜系，放门口吧，放门口。水果，饭后水果，不行吗？栗子不好吃的，都是油。水果榨汁儿，我爱喝水果榨汁儿。别说了，兄弟们，没有一个好吃的。你们不会希望我每天都穿着一种衣服吧？好，嗯，兄弟们，你们这么变态吗？擦掉了，嗯哼，擦掉了，擦掉了，兄弟们，你看看，没有了。这衣服，他突然就给我来一下美颜，真服了。可能我今天穿的是白色衣服，还是曝光。别说话，别诬陷我。我身上是不可能会有那种味道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有一款火锅清新剂，只要喷上，不要998，只要88，喷上就见效，它就没有味道了。家人们，上链接。不会，不会拿走的。为什么发问号？看我今天这个，太噎挺了，多看一会儿就懂了。不好吃还吃这么咸，都是演的，我跟你讲。其实一点都不好吃，但是我还要演出特别好吃的样子。没劲透了，千万别吃啊！
我要跟你们讲，以后你们少吃炸串、烧烤这些东西，对身体都不好。我吃啥？炸串。少吃炸串，对身体不好。少吃海鲜。痛风，别再说我手机上的，手机跟电脑上。他说我脸大，哼，生气了。我好像好好看，嗯，什么意思？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好像被夸了。没有，嗯，别说我脸，我脸一点都不大，我脸可小了。就不会跟你们这些男孩玩。爸吃。看我这个饮料，但是，我来尝尝。我是怎么做到把这些难吃的外卖凑到一起了呀？累了，感觉不会再爱。没有，这个是真，这个是真的，这个真的很难喝。真的很难喝，我就给你们吃一个这个吧，我就给你们吃一个这个手剥笋，特别好吃。好吃，它真的不好吃，这不能怪，不能怪他自己，要怪别人，怪他老板，给他做的这么难吃。真的。
想哥哥下播了吗？上头。通气通气通气！我跟你们讲，吃这个，吃这种芥末，真的，你闭不了嘴，你必须就得吧唧嘴。没有，这是我自己的。我就是双眼皮太深了，所以大家会觉得我双眼皮像拉的，像那个，像戴双眼皮贴。双眼皮是我自己的，我妈妈给我遗传下来的。我妈跟我爸都是双眼皮，我爸那大欧式眼，如果我要是单眼皮的话就完蛋了。不是，哎，他们之前看过我素颜直播，他们知道的。别老造谣我，我全身只动过一个地方，那就是性别。讨厌。说不好，小伞哥哥你在吗？这个他们也调侃我，主要是不是啊，我不是因为叫他才把衣服遮开的，我是完了说不清了，我是因为就是突然间就想遮衣服了，我笑死了，
咱们吃点儿，其实我想啃个鸡脖子，但是没有，没有卖的。他们家之前炸的挺好吃的，这次也不知道咋的了，可能老板心情不好。你们在这造谣，你们的心不痛吗？穿上，每个都，这个应该是真的。因为这个点就只剩我了。这个菜花真的是无论你以什么样的形式做出来它都很好吃。啊，这那是因为小两哥哥比较火嘛，有名，所以大家都会提他。今天衣服白，显着光色暗，是的。在意那么多，我就长这熊样，不管穿啥衣服都长这熊样。玩笑，这衣服还真没我，我是乳白，这个衣服是煞白。算你说对了。我是黑龙江的。我才不是好样呢。我不信，我再吃一下，我觉得应该能好吃。真难吃。
可能挂在那儿，他就吃饭饭了呢。真的很难喝这个。他现在肯定比我懂了。完了，今天这个浪费掉了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怎么能浪费食物呢？但是真的好难吃啊！我就是给你们看看我喝的是什么。嗯，奶盐酸奶盖儿，为什么不能学？你们思想不对，我就是简单的。鬼呀，滚开！你看，我都说了，我猜他就去吃干饭了。我快了，我今天点的外卖一点都不好吃，比昨天的还难吃，昨天已经够难吃了。昨天已经够难吃了，今天更难吃了。哎呀，实在把握了，这一点能行。看。小波笋，我乐意吃，我喜欢吃，好吃啊。怎么了？我喜欢吃。油。
嗯，真的。别管我。小伞哥哥经典动作，哎，不对，妈，那个笑很娇羞，学不明白，专业假笑。很娇羞。像吗？别说话，亲我。别说话，吻我。好好咸，有点咸。嗯，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字，闭眼睛嘛，闭眼睛不就是别说话？吻我，不是闭眼睛，不就是别说话，吻我。太咸了，齁死我。老婆咪，摔死我了。小伞哥哥别看他们弹幕，昨天不是你教我的吗？就是别认真他们的弹幕，别害羞。我也很少正儿八经的表白。嗯哼，我记得之前别人输了让我给他表白，我就变成撒娇了，都就是很不正常的表白，就是很油腻。完了，搞到裤子上了。嗯，怎么办呀？这是妈的你，我的你在地球上。嗯，我真的觉得我在手机里不好看。嗯，
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吗？手机里真实，还好吧，也不是特别真实，他跟我长本人长得还是有一点不像的。我不太上镜，我可能本人要比手机里好看，然后手机里没有电脑好看，因为电脑里有美颜嘛。那我正面呢？那我正面呢？正面都……哼，算你会说话。哦，我的脸就是流畅一点，其他的就没了，没有什么优点，就是有一点流畅。不卡。不流畅的脸啥样？不流畅的脸就是这样呗，就是那种不知道该怎么讲，方脸吧，方脸就不是很流畅，但是可能立体，就是有棱角，它不就是不流畅嘛，对吧？不能说不好看，就是我是个蛋脸。新衣不流畅，还行啊。新衣可能皮肤不太好，但是它长得不丑，新衣长得不丑，挺好看的。五官很好看，他们怎么开始变弹幕了？你平时什么时候打游戏啊？小三哥哥，晚上9点10点吗？
我肯定不行了。我要给你们来一下氛围感。我要转移阵地去那边了。我给你们弄一个氛围感。我笑死了，我都看不清弹幕了。赶紧换场地，别急，我吃一会儿。等我两分钟啊。兄弟们，我来啦！像不像睡觉了？嗯。像不像睡觉了？想不想睡觉了？这是哪来的灯呢？这样吧，
会不会不会。是明天起不来的，哈哈不行，你得起来，你得去，你得起来。把歌放放，我还能跳一会儿。YYDS 的钻粉一个月，感谢布布，感谢大米弟弟，感谢大米 YYDS 哥哥的钻石钻粉钻石粉丝，嗯，没有人。
像不像某音里面的那个氛围感？像不像某音里面的那个氛围感？像。等一下。快去休息吧，小闪哥哥。快去休息吧，小闪哥哥。OK， 我马上也快下了，我们5:20下播，好吗？晚安。想看在坐椅子上的视角。小闪哥哥他去睡觉了，他去睡觉了，不要叫他了，他在我旁边已经睡着了。可怕。
好的。OK， 这还不是我最大的节目呢，我最大的节目是把灯关了。我们喜欢奶言的可以点点关注我，给这个可怜的小主播在这个时候还在直播，希望大家可以点点关注我。然后我们卡个牌子吧。我真的很内向。对呀，我是因为把你们当成自己人了。我在外人面前可内向了。我在外人面前真的可内向了。没有，我只是给让大家开心一下嘛。谢谢欢迎新新鼠哥哥的钻不靠。我一般跟别人在一起就很内向。我这颗牙是因为之前长的虎牙，然后给它拔了，看跟这个虎牙是一样的，跟这个。不露分，当然不露分了。我有啊。几点了？我马上可要下播了。我是奶言的老公粉，会吃醋吗？我们这么聊，如果我有老公粉的话，
还有五分钟，给大家唱首歌呀，然后我就下播了，好不好？项羽，好的。项羽，好的。项羽，但是我是清唱哦，没事吧？我是清唱。这是一首简单的歌，没有什么独特，试着带入我的心事，它那么幼稚，像个顽皮的孩子，多么可笑的现实，只剩我还在坚持，谁能看得我的眼睛，让我能够不再失明，我要记住你的样子，相遇记住睡的拥抱，像云在天空中停靠，夜晚的来到也不会忘了阳光的温暖，我要忘了你的样子，相遇忘了海的味道，相遇则有梦和烦恼，却放不下回忆的吉他。
可笑的现实，只剩我还在坚持，谁能看透我的眼睛，让我能够不再失明，记住你的样子，相遇记住谁的拥抱，像云在天空中停靠，夜晚的来到也不会忘了阳光的温暖，我要忘了你的样子，像遇忘了海的味道，放下所有梦和烦恼，却放不下回忆的乞讨，只剩自己就好。欢迎大魔哦，行吗？我最近耳朵老红，不知道谁念的我。都走了，他不是走了吗？他应该是去看其他女主播了。还想听什么歌？还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？大魔最近好像不知道，谢谢他，谢谢好兄弟，感谢好兄弟的旅行箱啊。谢谢好兄弟。OK。噔噔噔噔噔。就滑，就，别戳破它，给他留一点面子。还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？没有，可快要下。兄弟们，谢谢夸奖，谢谢夸奖。你不睡还是睡不着了，放心，我现在睡。没有人啊，我快叫下播了，兄弟们。关键词汇，但是我们飞机点歌，然后咱们现在问的就是刚刚送飞机兄弟们想听什么歌。不过测关键词我还真的会，不过好像不是特别的会。不是特别的会。欢迎杨哥，欢迎杨，不是杨哥哥。谢谢，求求别刷 ID 了，这跳死火箭！会，但是不多，我试试吧。杨哥哥，你在吗？火箭点歌，我何德何能啊？杨哥哥，你在吗？关键词。然后明天我给你试试，就试试，凑合。明天我给你上个房管好吗？现在手机上不了房管，试试就试试。感觉
完了，我感觉我应该不太会唱。羊哥哥在吗？哥哥你干嘛？哥哥呼叫羊，不是羊哥哥。好好爱自己，就会有。再来，再来，重新。其实林俊杰其他的歌我会唱的。好好爱自己，就有人会爱你，这乐观的说辞，幸福的样子，我感觉好真实，找不到形容词，沉默在掩饰，我等一下，我给你唱一下副歌部分，我再给你唱一首林俊杰的歌。落叶的位置不注意收拾，时间在消失，我们的故事开始，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，你是我的关键词。好了，换下一首歌。其实应该会，但是有点，这个副歌是不是还可以？林俊杰副歌应该没问题，副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想听哪个呢？想听美人鱼修炼爱情，可惜没如果。Always online。想着我沉寂吗？他说也行，他说。期待，期待你发现我。哦。手心的蔷薇，不会唱。他们我很少唱就林俊杰的歌，我哪首好歌都，没怎么唱过。反观没听过。修炼爱情，我看看。你可以想听听你想听的什么歌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想好了吗？想听什么歌？没关系，慢慢想，我等你。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，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。这也不行。曹操，曹操怎么唱的？不会。就曹操不会，曹操不会。是不是后悔给我送这个火箭了？东汉末年分三科，是这个歌吗？是不是后悔给我刷火箭了？别后悔了，试试，我试试。可惜没如果，行。这首歌没有版权，咱们偷偷唱，让他发现不了。估
不起，玩的我耳朵都红了，不好意思了，脸都红了。假如把犯的去的错，能错的都错过，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。假如没把一切说破，那一场小风波，将一笑带过。在感情面前，讲什么自我，要得过且过才好过，全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，如果不是我，我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，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多如果，可能如果我，可惜没如果，只剩下结果。谁念的我？不好听是不是？是不是不好听？你不想听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，或者的我，不过我全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，如果不是我，误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，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多如果，可能如果我，可惜没如果，没有你和我。不得劲儿啥意思？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，如果不是我，误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，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多如果，可能如果我，可惜没如果，只剩下结果。喵，别说我了，我一般唱哪首歌能转音呢？我唱黄梅戏转音还行。为救李郎离家园，水流黄榜中状元。这首歌我可以转，这首歌我能转，绝对能转。嗯，看这个，
记什么歌来着？这个，我会唱吗？叫我老公啊！哇哦，西墙。完了，哥哥用火箭点的歌我给唱拉了，我很难过，怎么整？兄弟们怎么办？兄弟们怎么整？那不是刚刚有一个哥哥送了一个大火箭吗？我可不是那种收了礼物就跑的人，我不是。我好想跟你谈恋爱，这算不算表白？想要拉着你的手，再也不分开。嗯，嗯，给小波波。最近像个神经病一样，我最近马上下播了，我就非常的亢奋，我一到下播的时候我就很亢奋，怎么办？要不明天欠你个舞蹈吧？行，明天欠你个舞蹈怎么样？我已经离你家园，水流往梦中中。来听歌的，那我给你唱一首。我昨天唱的，明天来听三板斧，因为这有一个麦，麦的声音比较大。我给你唱一首，明月万年无前生，朝见古今独行人。公子王孙何必慌？哎，我给你唱这个吧。我给你唱《玫瑰花的葬礼》吧，昨天小伞哥哥点的，你应该能听我。欢迎别问你坤坤。OK， 只有你让我唱了，我才能放心心的去下播。然后明天我给你唱三板斧。其实我的三板斧我也不知道是哦，你喜欢听那个吗？你喜欢听叫啥来着？我没有熬他们，是他们让我加班的。兄弟们，我真的是很，我真的。是我下播的时候，我平时正常4点就下播了，然后他们让我加手机直播的，我真的是，不是你的事儿。谁呀？是那个。不是因为你哥哥，叫什么来着？你们自己清楚是谁。有一首歌叫做海里乌云还在拥挤，叫什么来着那首歌？我天天唱的。眼睛与身的运气，只为能靠近你，
莫对漠河舞厅。你想听漠河舞厅吗？你们过不过分呢？你们居然赖，你们赖上了。你想听漠河舞厅还是想听玫瑰花的葬礼？你们太过分了，你们太过分了，你们居然赖小伞哥哥，你们真有你们的。我没有，是哥哥说要来听歌的。你们怎么这样呢？最后一首歌肯定没有。那我要是不唱的话，你会怪我吗？你不会怪我的吧？我只是想给你唱一首，让你听好听的歌。你想听《玫瑰花的葬礼》，还是想听《漠河舞厅》？你要选一个，你要选一个，求求你了。想听那个 ？OK， 听漠河舞。腿了。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，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。晚星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，你什么都没有说。夜风轻柔和三千里，偶然见过你，花园里有千片无奇，当光底都落了晨曦，在1980的漠河舞厅。如果有时间，你会来看一看我吧，看那是如何衰老的，我的眼睛如何融化。如果你看见我的话，请转过身去再惊讶。我把我的眼泪化作白发，像羞耻的笑话。天呀，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，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。晚星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，你什么都没有说。夜风轻柔我，可是你惹怒了神明，让你去还那么年轻，都怪你远山冷冰冰，在一个人的漠河舞厅。
我曾没有见过聚光出现的村落，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。温馨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，你什么都不必说，夜风轻柔我。这个玩意儿好了，好了好了，这回要下播了。哼，他都睡着了，他都，这回可以下播了。哼哼，感谢一下，别急啊。别急，咱们下播步骤繁琐。感谢瓦三，感谢麒麟，谢谢比巴布，谢谢球球，别刷 ID 了。感谢团团，谢谢涛涛，感谢打比 YYDS， 谢谢桃花，感谢那是我的耀耀。今天这个 B 班咱们就上到这，咱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有缘再会，兄弟们，拜拜。